晋唐永，上主，你如果细察人的罪辜，我主有谁还能站立得住？然而以色列的天主，你宽恕为怀，令人对你喜敬喜爱。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第25周上年期25个主日，我们再一次邀请天主新的开始，新的一周。上年期真的过了大部分了，由现在开始呢，我们很多时候主日甚至平日读经开始看到很多有关准备耶稣再来的信息。今天的读经也是一样，我们来到台前，上主的台前呢，一周开始，一天开始，新的一个天主想施予祂的恩宠，想带领我们，牵着我们走的时候呢，让我们满心欢喜，对祂开放，对祂降服，邀请祂，主啊，你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进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意志的取向那里，在一切事上都做我的主宰啦。让我们诚心依靠天主，忏悔己罪，准备进入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在天受光，永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献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借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时常以圣宠引导和推动我们，使我们能以坚定的心智专务善功。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共读以撒以亚先知书。万军的上主在这座山上，要为万民摆设美酒佳肴的盛宴。佳肴是精选的，美酒是纯清的。在这座山上，你要撤除那封在万民脸上的面帕，来掩盖各国的面像。上主要永远取消死亡，
吾主上主要从人人的脸上拭去泪痕，要由整个地面除去自己民族的耻辱，因为上主说了。到那一天，人要说：看，这是我们所依赖的，拯救我们的天主，这是我们所依赖的上主，我们要因他的救援鼓舞喜乐。因为上主的手停留在这山上，上主的话，感谢天主。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悠远的时日。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悠远的时日。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躺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近幽静的水旁，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悠远的时日。他为了自己的名号，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纵使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在。你的木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和舒畅。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悠远的时日。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在我的头上富有，使我的杯着满溢。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悠远的时日。在我一生岁月里，幸福与慈爱常随不离，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悠远的时日。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悠远的时日。恭读圣保禄中途至腓利白人书。弟兄姊妹们，我也知道受穷，也知道享受。在各样事上和各种境遇中，或饱遇，或饥饿，或富裕，或贫乏，我都得到了秘诀。我依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位，能应付一切。但是你们也实在做得好，因为你们分担了我的困苦。我的天主必要以自己的财富，在基督耶稣内丰富地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愿光荣归于天主，我们的父，直到永远。阿们。上主的话，感谢天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光照我们心灵的眼目，为叫我们认清他的重召有什么希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用比喻对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他打发仆人去召叫被请的人来赴婚宴。被请的人却不愿意来，国王又派自己的仆人说：你们对被请的人说，看，我已经预备好了我的盛宴，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杀了，一切都齐备了，你们来赴婚宴吧。被请的人却不理，有的去耕田，有的去做自己的生意，其余的竟捉住仆人。凌辱后杀死了。于是国王大怒，
派自己的军队消灭了那些杀人凶手，焚毁了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现在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你们所遇到的都请来赴婚宴。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到的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来了，婚宴就坐满了客人。国王进来巡视参加婚宴的客人，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便对他说，朋友，你对这里来怎么不穿婚宴礼服？那人无言以对。国王于是对仆役说，你们捆起他的手脚，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因为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今天有这个福音，我都开始讲了，就是开始讲这些耶稣的比喻，开始讲到是有些是有关一些惩罚啊、审判啊、大结局啊咁嘅意味啊，有啲开始啊。咁今日嘅福音嘅比喻咧，都包括咗好多啲咁嘅意识啊。咁大家都其实听过，咁神父都系想用少少时间咧，去睇睇成个福音啊，喺呢度讲紧乜嘢啊？你可以睇到咧，好多层嘅呢个福音，好多层啊。耶稣系对啲乜嘢？对嗰啲犹太人，特别系犹太人当中咧，嗰啲司祭长啊。法利赛人啊，民间长老啊，这些是執权的人，还有与此同时有一种灵性上、属灵上的骄傲的人，觉得自己我们有法律，我们守紧这个法律呢，我们不需要其他人，甚至凌驾了天主的有可能派来的使者，他的麦西亚，他之前的先知这样。所以呢，这一班呢就是边，就是这一班就是原本去请咗嘅人，天主请咗嚟去赴婚宴嘅人。但是因为呢个婚宴等咗太耐啦。所以呢、这个究竟呢个婚宴嘅召叫，这个喜宴系乜嘢呢，佢哋一无所知。只不过系推测系乜嘢，推测系你自己諗咗一套嘢。咁到国王话，原来系婚宴，系佢个仔嘅婚宴呢，佢哋觉得冇兴趣。因为佢哋期待紧嘅唔系呢样嘢。哇！我哋循规蹈矩，我哋冇犯法，我喺度耕田做生意，呢啲就系我嘅得救啦。我唔使嚟食你呢一餐嘅嘢，我唔使嚟奉承你，我唔使嚟招呼你，我唔使同你发生关系。我系一个良好市民，我唔想同你发生关系，你唔好搞咁多嘢。咁有时我哋教友都好多时用呢句说话噶，同好多时神父啊，我哋想搞团体啊，搞呢个活动啊，我哋想即系。人与人之间的团体上建立好啲嘅关系啊，神父你唔好搞咁多嘢。我星期日嚟，我星期日会俾奉献啊，我一年一次两次你搞办告解我会嚟啊，你唔好搞其他嘢，唔好叫我做嘢，钱我愿意俾啊，有啲咁嘅教友喎，好得意啊。或者我哋嘅祈祷呢係好公式化，我哋祈祷同天主嘅关系有公式化，我就话天主啊，我做足功夫㗎啊，我有念玫瑰经噶，我即系四重期，我有守斋噶，我有去弥撒噶，唔好搞咁多嘢，唔好同我讲呢啲要同你发生咩关系啊！总之我啊守十戒，你啊守住诺言，唔好俾我落地狱啊！好得意噶，我哋会咁样谂，会唔会都系讲紧同一种人呢？耶稣话你嚟圣宴啦，咁我冇兴趣啊！咁啊，同样嗰阵时嘅犹太人都系咁样吓，即系话咧。即系呢个什么婚宴唔好搞喎，呢个什么陌生人啊，呢个麦西亚原来又系人又系天主都唔知咩嚟嘅，咁嘅关系我唔要啊！人都要同天主捞埋一齐，唔能够接受啊！其实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咁所以派啲仆人去召叫佢嚟啊，想去明白翻个法律嘅背后啊！我哋已经有完美嘅法律，你唔好叫我哋翻返去什么原始嘅教导啊！咁咧就好大嘅骄傲。咁啊，历史里边咧，犹太人点样啊？拒绝佢哋啦，杀咗佢哋啦，侮辱佢哋啦，凌辱佢哋啦，即系种种嘅嘢啊！
所以话讲到好似国王就大怒啊，派军队去烧毁佢哋，好似讲到天主好残暴咁啊，咩意思啊？咁天主派军队去好似好多个理解啊，就系话俾佢哋嘅保护拎走啦，啊，即系我哋唔愿意同天主发生深层嘅属灵上嘅关系啊，对佢嘅依附啊。而竟然可以，仍然可以，即系样样嘢好似好顺利咧，其实系奇迹嚟嘅。佢讲紧乜嘢就话、是哦、我唔系我守法律啊，我守十戒啊，我做足功夫啊，咁点解会咩？因为人嘅心系好飘浮。当我哋唔系同天主日日去寻找佢说话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建筑喺一个假嘅台上边。咩假嘅台上面好多自己嘅思想啊，俗世嘅思想好容易就会侵占。我其实唔系我哋谂咁醒嘅啫，啊，越读得多书啊，越叻啊，以为自己好即系喺世界上好有地位嘅人咧，其实就越 common sense 有问题。即系唔系个个都系咁啦，但系我哋越觉得自己得嗰啲人，越有嗰份嘅虚荣嗰种人咧，其实就越有问题。因为佢唔写，佢唔佢佢嘅思想唔得实际，唔得写实啊，唔得踏脚踏实地，唔得清楚睇到就系佢几缺乏。反而嗰啲蠢蠢地啊，或者唔系最叻嗰啲啊，或者系知道惯常咗睇到自己就系、是、我、哦、其实我唔系最叻嘅，但系我 OK 噶，我 OK 吓，我唔系最叻，我 OK 嘅人咧比较真实啲。嘅时候咧，就会安全啲，因为佢知道我唔知所有嘢，我所以要揾天主，所以揾天主。所以祈祷为嗰啲人咧系容易好多，但越叻嘅人咧，越系脑袋发达嘅人咧，要祈祷好困难，所以唔愿意咯，唔肯去做咯，唔落得翻落嚟啦，唔可以脚踏实地，咁嗰啲人咧就好危险，佢就系讲紧当我哋。断绝咗，知道要依靠天主咧，其实系自摧灭亡。魔鬼咧，吓好容易就可以整冧我哋，非常容易啊！骄傲啊，贪婪啊，比较啊，一种嘅傲慢啊，高人一等啊，为自己好多嘅开脱啊，俾自己好多嘅藉口啊，俾好多自己嘅一啲exception 啊，一啲破例嘅嘢啊。審判人就好重啊，對自己就好多空間啊，當中間心中亦都積聚咗好多不安啊、審判啊、慚愧啊，咁咪即係等於被一班軍隊湧咗入嚟，殺戮自己咯，基本上係差唔多嘅嘢。地獄唔係天主逼我哋入去嘅，係我哋自己追個頭埋去嘅，佢自己中埋去嘅。是自己锁起自己，冇人锁起我哋嘅。佢讲紧呢样嘢，咁跟住咁点啊？呢啲原本嘅选民入唔到嚟啦。咁天主就话所有人都入嚟，咩？所有人都会入嚟，系咪话天主乜都唔理咧？佢唔系，所以点解好似我哋唔明呢啲嘢咧？就睇落好似天主好反复咁啊！最原本拣咗班人，咁嗰班人唔愿嚟，又对佢哋好严苛。跟住求其放晒啲人入嚟咧，又最初咁宽仁，跟住后屘又咁狭窄，又要人着礼服咁，佢讲紧乜嘢咧？就系佢系讲紧一个关系啊，关系啊，唔愿意进入佢关系嘅人系自取灭亡。好啦，你愿意进入关系啦，你都要负翻啲责任啊，系嘛？即系天主慷慨，我哋就唔系去滥用佢嘅慷慨。佢就讲紧呢样嘢，系人都召入嚟，意思唔系话乜人都可以升到上到天堂，系天主话，其实我系爱所有人，我首先拣咗呢班人，希望佢能够俾你一个榜样，睇到我有几爱世人，咁佢哋拒绝咗啦，咁如果咁嘅话，咁唔好净系选一班人啦，所有人俾你睇到天主为佢哋做咗几多嘢嘅时候，你都知道啊，从佢哋嘅例子你睇到，如果有天主咁爱我。我是一个罪人，他都会宽恕我。哇，真系呢个是真实的。那我们所有人入来，但我们入来，我们回应天主的慈悲怜悯，不是代表天主是林伯伯求鬼祈，什么事我们都不用做，我们
我领咗洗咯，我冇问题。唔系啊，佢呢个要穿礼服咩意思啊？即系话圣衣系免费嘅，系嘛？天主我领洗，我办告解，不断又再次可以得到你赦罪，呢个系冇问题嘅。天主，我哋有个意愿去做，但系唔足够。圣衣只不过系天主俾白白嘅礼物，我哋能够租唔租得住啊？就要睇我哋一生嘅回应，一生嘅回应。有句说话就系、是：赦罪咧系完全免费嘅，唔需要我哋付出任何嘢。但系做天主嘅宗，做天主嘅门徒，跟随耶稣咧，就要我哋付出所有。就我哋愿意真系接受天主为我嘅主，系每一日再拣过。唔会话我上个礼拜办咗告解，我跟住嗰个月都冇问题嘅，唔会嘅，大家都知嘅，唔好话一个礼拜啊，一个钟头啊，唔去选择去做天主嘅门徒啊，甚至一分钟啊，我告解一出嚟啊，就可以再犯罪啦。几多时我哋入去圣堂嘅时候啊，感谢天主啊！好多地方啊，香港啊，啱呢个上个礼拜正开翻圣堂，入到啊，感谢天主啦！啊，一出到嚟见到啲人挡住个门口，你就已经闹啦，系嘛？几快我哋会变？如果你忘记咗我哋系边个，呢个就系讲紧呢样嘢。我哋嘅软弱系天主系完全宽恕，但我哋都要负翻少少责任，系嘛？负翻少少责任，而个负个责任唔系守法律咁简单，系要知道我系守唔到法律。个核心就是我系守唔到法律，所以我要呼求天主，你喺我身边啊，我要时常记得你喺我身边，我捉住你，我系有啲嘢唔系好得噶，我所以我要时常刻意去望住你，喺嗰特别喺嗰容易跌倒嘅地方，这个就系嗰个礼服，嗰个信任，嗰个邀请，嗰个望实耶稣。就是我哋嗰份嘅信仰生活，唔系守乜嘢，唔准做乜嘢，记住做乜嘢，而系每一日每一个时刻去捉住主耶稣，同耶稣一齐靠住阿爸父。咁呢个系今日嘅福音啦，提醒我哋。今日其实仲有个圣人，不过因为系主日，所以我哋又唔会庆祝啊。咁但系呢个圣人咧，我。都是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圣人，就是一个比较近代的教宗，约梦廿三。所以今天我们都祈求他的转土，约梦廿三。为什么呢？约梦廿三在我觉得对今时今日的世界的需要有很重要。约梦廿三是一个跟他之前那么多届的教宗有一个有少不同，他一个比较上了年纪 的教宗，但是他好像一个爷爷一样。好爱好亲民，佢第一个咧冲出梵蒂冈，中意周围去，因为喺佢被选教宗之前，佢系咩？佢系梵蒂冈大使嚟嘅，佢亦都帮助梵蒂冈咧去维和嘅。曾经喺二次大战嘅时候咧，佢喺土耳其啊嗰啲地方咧，去救咗好多犹太人，又用好多嘅diplomatic 嘅方法咧，去缓和咗好多嘅紧张局势。佢一个好帮到瓦解纷争分裂，不能似乎倾唔埋攣嘅国与国之间好大嘅问题。佢做咗教宗之后咧，临死之前咧，瓦解咗一个核战嘅危机啊，就系呢个古巴核子飞弹嘅危机啊。嗰阵时同俄罗斯同嗰阵时嘅苏联咧，终于第一次打破咗梵蒂冈咧，同呢个。苏联的沟通、而亦都第一次因为他最后的 encyclical 有关即是谈论和平呢是有俄文 的版本梵蒂冈的 文章里面会出现 再次出现回俄文 的翻译他叫做 Good Pope 非常好的一个教宗因为他对人是真的充满了这个牧者的爱心。
咁當然好多人知道咧，就係佢就係因為佢需要有梵語啦。因為佢一入到去做教宗嘅時候，好多嘅問題啊。嗰陣時好多，因為嗰陣時世代轉變緊，呢、這個五十六十年代嘅時候，好多現代嘅問題咧。以前就係、是、你服從啦，服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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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係問題嘅，唔理你嘅。天主教咧就係守法守法守法，佢話唔可以咁樣。咁就將所有問題就話我哋要有個大公會議。咁大年紀推動曬所有嘅書記，我哋要搞個大公會議，跟住逼使佢哋咧要搞大公會議啊。咁嗰時原本係63年搞嘅，咁咧啲人就話：哇，教宗大人，我哋63年冇可能搞到，你要要求咁多嘅專家嚟，又要做咁多嘅問卷，又要問曬所有嘅地區、所有嘅主教，邀請全世界天主教同埋非天主教嘅專家嚟，我哋起碼都會搞多2年。佢話63年搞唔到啊，咁62年搞啦，再早一年。咁啊，好彩啊！佢真系天主俾个圣神嘅嘅，藉着圣神俾咗个信息佢，因为佢63年就死咗啦。63年中死嘅吓，咁啊，62年咧，逼使咗10月啊，开始咗个大公会议，改变咗教会嘅方向，更新咗我哋嘅思想，唔系净系守法，系要同天主发生活嘅关系，同人发生活嘅关系，同埋教会唔系净系啲神职人士做嘢。教会大部分嘅人都唔系神职人士，大部分嘅人系评教嘅，而评教嘅系教会最大嘅富嘅宝库咁藉着佢嘅爱嘅榜样推动咗喺最高层次令到教会重新变成平民教会重新变成所有人拥有共同拥有评教友神职界人士、圣职界人士一齐去工作嘅，各有各嘅岗位。唔係你望佢做嘢，我哋淨係服從啊！咁呢個唔係一個教會，呢個係一個專制嘅、限制嘅、鎖緊住嘅，一個被動式嘅信仰，正係今日我哋嘅福音講，我哋唔應該有嘅信仰。咁我哋今日感謝天主咧，有呢個聖人，讓我哋亦都喺呢個星期開始咧，亦都係學識再一次啊！我選擇同天主有更深嘅關係。让我们一同宣认我们的信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的肉躯，而成为人。他在搬着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藉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呈上我们的需要在天主的台前，依靠佢嘅慈悲，我哋为今天教会嘅种种嘅需要，喺呢个圣约望23世嘅纪念日嗰度，愿天主助佑我哋嘅教宗，同埋当中我哋上上下下评教友同埋圣职人员，能够一心一德，彼此守望相助，彼此尊重，彼此懂得去互助互爱，将福音嘅精神见证于世界。我哋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我们为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团体祈祷，愿天主教导我们在任何的关系之中，成为修和者，成为祝福者，成为修补者，成为为别人祈祷者，不能解决的问题，让我们成为做补赎者，
让我哋成为喺天主面前愿意克己、愿意斋戒、去为别人嘅转化而呈上自己。我哋同声祈祷，求主苦定我们，为今天疫症嘅需要，愿疫症早日结束，早日揾到疫苗同埋医药，为病者嘅痊愈，为临终者能够归依基督，为亡者能够得见，能够得到洁净，进入永生。为他们的家人能够重获希望和振作，为前线人员一切所需，并回应天主藉着他们去祝福那些每一个病人。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我们，为各个国家的首长、领袖、各基层祈祷，愿天主祝福这些有权病的人，让他们能够看到真理，让他们能够学习 爱德的生活，让他们能够用他们的权柄，用他们所拥有的影响力去辅助社会里面最弱小、最无助的人，能够伸张正义。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定我们，为世界上种种的纷争、不公义、种种的残暴、种种的歧视祈祷，愿天主由人开始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能够融化、切除、毁灭这些邪恶的系统。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我们，为终有一日能够再没有堕胎安乐死，再没有丑化人的性别，再冇呢啲咁多嘅崇尚性濫交，呢啲违反你嘅創造意願，有關婚姻家庭嘅思想，我哋同聲祈禱，求主苦聽我們。仁慈嘅天父，求你充盈我哋，求你帶領我哋，求你治愈我哋。求你回应我们的呼声，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上主，求你接纳信众的祭品和祈祷，使我们以虔诚举行的圣祭为我们赢得天上的荣耀。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颂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藉着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基督的诞生
革新了人类腐败的旧我，他的苦难消除了我们的罪恶，他从死者中复活，带领我们走上永生之路，他上升到你父那里，为我们开启了上天之门。为此，我们随同天使和圣人歌颂赞美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所创造的万物，理当赞美你，因为你藉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圣神的德能养育圣化万物，又不断为你召集子民，好能时时处处向你呈上纯洁的祭献。上主，所以我们恳求你藉着圣神圣化我们献给你的这些礼品，使成为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我们遵照他的命令举行这项奥迹。他在被出卖的那个晚上，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教世的恩主，你藉着苦难及复活，恢复了我们的自由，求你拯救我们。上主，因此我们纪念你的圣子为救世人所受的苦难和他光荣的复活升天，并期待他再度来临，以感恩的心情献上这具有生命的圣祭。请垂顾你教会的奉献，并接受这赎罪的牺牲。求你使我们藉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并充满他的圣神，在基督内成为一心一体。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特愿你拣选的人，首先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你的圣中头及光荣的殉道者，和圣约望廿三全体圣人，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靠他们的转求，不断地获得助佑。上主，但愿这与你修好之祭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得救，并使旅途中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所有主教圣职人员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在信德和爱德中坚定不移。既然这大家庭是立在你台前，求你也抚允全家的愿望。仁慈的圣父，求你使散居各处的子女和你团聚。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已亡的亲友和所有在你宠爱中去世的人，恩准他们进入天国。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天国永远同他们共享你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因为你藉着他赐给世界一切美善。
全能天，啊，唔好意思啊。全能天主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中，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阿门。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中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上主显现时，我们必要相似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怎样。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传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
请大家祈祷。尊威的天主，请俯听我们卑微的祈祷。你既以圣子的体血养育我们，愿我们也能分享你的天主性。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你们去传扬福音吧，感谢天主。向圣尼亚尔总领天使祷文：圣尼亚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们。你献上这个慈悲串经，今天为最有需要的灵魂，特别是今天临终和会离世的灵魂，愿天主收纳他们，洁净他们，让天主陪伴他们，带领他们去有足够的恩宠，一切的恩宠去选择投向天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印，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在本着比拉多时蒙难，他被钉十字架死而埋葬，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圣而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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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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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卑惨苦难，
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慈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慈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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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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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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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